老哥，七弟，你的脸！父皇，关于简儿的疤，简儿一直未曾放弃寻找调理之法，终于得以痊愈。这些年来，简儿身体欠佳，大小的繁杂事务都落在了二哥的肩上，心中实在是过意不去。现如今，简儿身体康复，愿为父皇分忧，也能让二哥轻松一些。简儿能有这份心，朕很是欣慰啊。墨儿，今日选你来，就是将西山区的军务交给简儿吧。父皇说的可是整个西山区的军务？墨儿，有什么疑义吗？朕看你是新婚燕尔，想帮你卸下重担，还是墨儿觉得管理整个西山区军务和协助六部处理大小事宜都游刃有余了？自然不是，墨儿只是觉得七弟经验不足，一时难以掌管全部。这又何难嘛？你是兄长，应该多提点提点你七弟，此事啊，就这么定了。谢父皇。是。李简，你心计竟然如此深沉，看来我不得不出杀招了。闪电，王爷，王妃呢？小的正想跟您禀报这个事儿。王妃确实嘱咐过回府上用膳，但如今还没见人。但王爷你也别担心，王妃身手了得，又有主意，可能是有什么事情要处理。不会的，王妃向来不食言，应该是出了什么事，我要去看看。这小姑娘还挺厉害的，要不是那小子给我的药，咱俩非得交代不可。大哥，我还是有点害怕，那小子不肯说这女的是谁，万一咱绑了什么要紧的人，那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啊？怕什么？富贵险中求。但是这小姑娘的姿色，反正都得死，咱们先想一想哟。你们敢动他一下试试？说，是谁派你们来的？我这是怎么了？你在哪里找到我的？我有没有？没有。我及时赶到，没事。现在，你体内的药性应该也都散去。不过你记不记得，你昏迷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昏迷。我好像走在路上，有两个男子过来跟我搭讪，我没有理会。谁知他们突然撒出了一股粉末，然后我就全身发软，没有知觉。好了，不用再说了。那两个男子我已经抓获，闪电现在正在审问，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王爷，进。王妃，查清楚了。此事是戏班子里小橙子指使的。小橙子，我与他无冤无仇，为何要加害于我？对啊，小的就是这么问的。但那两个人咬死了说不知道。
情况十分艰难，但小的还是问出了一条重要线索。什么线索？你倒是说呀。这个小橙子，他之前一直被班主打压，无法出头，但最近他成了一位将军夫人眼前的红人，便愈发嚣张跋扈。将军夫人？嗯。什么将军？不知道。但根据他们的描述，小的推断。推断什么？小的推断是王妃的父亲，慕容将军。